第七题，右图为锌铜电池的实验装置，下列四位同学关于此装置的各种说明，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锌铜电池当中，我们的锌呢是负极，而铜片呢是正极，我们的电子呢从芯片呢流向了我们的铜片，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所教到的。那么 A 一配电池放电时，检流剂的指针会偏向芯板偏转。那我们晓得检流剂呢会偏向正极，虽然应该偏向的是铜片而不是芯板，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B 安国装铜片的烧杯可以装硫酸铜溶液，这个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说我们的锌浸在硫酸锌里面，铜浸在硫酸铜里面，那么就是所以选项 B 呢是正确的。C 支好圆桥内最好是装酒精溶液，可以消毒又不会和锌铜片反应，这个是错的，因为我们圆桥是要装强电解质，让它可以导电，而酒精呢是非电解质，它不会导电，所以呢选项 C 呢是错的。朱鼎渊因为锌的活性比铜大，较易得到电子，所以锌板是负极，铜板是正极，锌的活性比铜大，这个是对的。锌板是负极，铜板是正极，这句话也是对的，但锌的活性比铜大，不是容易得到电子，而是容易失去电子，所以呢选项朱呢是错的，所以正确的答选项呢只有 B。 第七题问我们说关于此装置的各种说明，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安国装铜片的烧杯可以装硫酸铜溶液。